哈喽家人们，今天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办，走，跟我来。兄弟们，我在视频下方链接等你们。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怎么骂他，他就不肯走？洛桑，你没事吧？早有耳闻，严林姑娘跟一臭保安纠扯不清，莫非就是眼前这窝囊废？哎呀，正是啊，正是啊，家门不幸啊，让公子见笑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不允许一个外人这么说有三。你，哎，奶奶别急，我能理解。他不就是严林养的一条狗吗？这狗养久了，总是有感情的。等严林一过门，我把他撵出去，日子久了，严林也就适应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够够了！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对有三。这门婚事我不同意，就算我放弃家产，也不会跟有三分开的。作孽呀，作孽呀！严林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信不信我今儿就跟你入洞房？你打狗仍需看主人，今儿要不是我媳妇在这，我让你消失。